参见父皇，今天和大家一起吃个饭。这个人他有点小神经质。要不然与我和解。 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啊！ 留个全尸，何必放虎头镇？只有这把火烧了，他才能跟二哥势不两立。你是觉得我不敢杀你是吗？拿下！我练我的兵，你犯铁丝不干。跟着干什么？要不？ 我歃血为誓。你就跟那哥哥身后就没毛病。在场各位都想看，都没有了。陛下是庆国内主，犯铁丝不干。来，帮我看看。<笑> 二龙，哎，摊牌了，都站这儿了。我也行，武二龙。<笑>李承泽和李天瑞同谋，暗通北齐，指一位，不可能！这个这个这个，这我刚才装区确实我承认我是装的，但这件事不可能。这事绝对不可能。姑姑跟二哥不可能站到一起的。殿下真觉得自己了解长公主吗？这个时候就变了，变成了一个什么非常睿智的一个低级没有见过的太监。接了他四百，所以李承泽要杀你。我连夜派人赶往史家镇。 殿下这会儿不聋吗？生死存亡顾不得。认了，咱俩不聋吗？什么意思？各取所需。